大家好，我是林秉义，我是105学年度艺术与设计精英海外培训计划前往加拿大的 Sheridan College 培训的学员。我在 Sheridan College 所学的是 Computer Animation， 这个 program 3D 动画技能的学习非常紧凑，老师把原本应该要是三年的课程浓缩为八个月的课程，技术面从 3D 软体 Maya 最基础的建模开始学习，并同时有 3D 灯光、算图以及绑骨架等等的课程。跳动画的部分只是从最基础的弹跳球、走路循环、跳跃到转身动画以及对嘴动画。除了技术面的课程，同时在开学后两个月就必须完成单人制作的十秒进广告动画。Don't go, we'll be right back. 下学期的四个月课程则是着重在同样是单人制作的一分钟毕业制作，全部也都是从最开始的故事版到最终的算图都是一个人完成。毕业后 Sheridan 其中一位曾经在皮克斯担任动画师的老师，他有一个个人短片动画在制作，而我在他的短片中担任动画师的职位。这次的短片主要是在调一个没有脸的稻草人，跟以往不同的是少了面部表情可以调整，所以当时在身体动作的表演上面也做了不少的功课。以上是概括我一年来接受培训的内容，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这次的精培计划成果展，来了解更多的内容。